上次我哋就见到林青霞孖住好姊妹陶敏明行街，话晒有新装上市，当然又要入货啦。有陶敏明嘅地方就一定有林青霞。我哋呢一日又见到陶敏明喺 IFC 出现，上次扫衫，今次就扫鞋。咁林青霞喺边先？全黑装束嗰个咪系咯？睇嚟两位女士收获都唔错。我点知？你睇菲律宾男工人只手拎住咁大袋就知啦。